哎呀！如果美國唔話俾我知，我都唔知中國而家咁犀利啊！已經咧係成為咧太陽系嘅威脅啦！美國嘅太空軍領導就話中國正快速成為太陽系中巨大嘅威脅。哇！真係中國勁咯！而家準備梗係去佔領火星啊，威脅到咧就火星人嘅生命。亦话威胁到美国喺火星上面嘅，唔系，系美国喺太阳系嘅霸权。听边个讲话中国已经武装入侵金星计划咧？真系唔知啊！咁啊，大家而家见到啦，有人就话咧，哇，已经成为星际霸权啦，咩时候可以征服宇宙咧？咁另外咧就話咧，犀利！嗱，俄羅斯吞平烏克蘭，中國咧唔同台灣呢啲計劃咧，CIA 全部知道有咩嘢美國唔知嘅啫你哋喺度佔領星球知，或者有人話咧，佢背後深藏意思係太陽系美國嘅，哇！另一人話咧，心有多大，舞台就有多大啦，咁樣呢個。大家唔知點睇啊？咁啊，我哋中國係咪真係太陽系嘅要挟咧？真係咁犀利？我啱啱先知。